我梦里想着我来见见吧呀，我没看到那不能人管不能管啊，因为人家问有这个刷中跳动的狗就已经最上面杀鸡了，你后边的困啊哇啊，您别叫人家圣孝，你说跟我享受后我您别啊来改圣孝杨一困吧，紧急性我已经将副本下布了，就如换地发疯了。向永俊我被龙棍我向红顶我给天入现在有将带红炉喂画面是你高本啊进化今年那么进阶母女命令啊紧急性你太奇怪了，对这病人我都说是九本疾病一战疾病，因为就从是东东丐帮的帮子以实施对赌会，就是张明领袖对丐帮的面子嘛歹看，所以我才邀请一个符合伊身份的名人前来参加。既然你专下名人啊，为啥用内底无一点书？一条书，一条书是什么人？武林中有这个人吗？为什么我无听过？我听过，你不听过一年书吗？哈、啊，真正小破人的书呀！东东混东山的名人，必须经过一年书，你竟然没听过，你别安装跟人走跳江湖，都是嘛，不只是吹，连我的头壳都嘛要抽落来，应该可以经验一下原先的超真英雄的威风。哎呀，师兄确实无一点书之人。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去混斗山看卖的。我也去，老水难行。对啊，要得不知道武吉天主到底多位，这张白条要安装上。发好武吉天主的副本，你们可以上去八顶山，放在招牌之上即可。阿里公，我老人刚调查没出来，行。万年君你姓了，那灵堂的布地就拜托你了。这是中上那些是安装有本城不困你困观察那些是了、啊在我看完事呢就拜可怜爱胆气了。哼，这个病人生啊去吃庙红电水一共人也死真正死，虽然是假死但假死嘛是死，我看一年说这拜啊文上面就剩莫死啊也一定是你呢。对刚不必说话该救一条书有啥办法啦，那也不知道一年说还独有啥胆气，以下病人生啊已经公司水了，但是可能早都发生没救嘛没护啊，我这个心里啊叶小莲何为你担心啊，卖脸小伟准备上跳老水这白天嘛那啥本本的混落上跳安尼可省时间哦，上完之后咱在混斗山会合，我要看一娘说是不是真正失手了。也是大宅这是啥路啊，阿弥陀佛了，翁爷追老这条路键盘呀，这个病人生啊嘛的机关现在是希望来参加送礼的送上金吉星啊金吉星啊，是肚子的母亲阿舅啊，这种啥事家就没在家里啊，人家人是家是人的是鬼话早都鬼去了，你想啊你们送上无啦，我是想讲，既然最贵，嘛系最好先啊。
办安尼靠气氛，气氛啊！我刚气尿尿呢，你唔是伫棺材内咧困，那走出来乱乱什么？我用草球啊困惯死了，困未习惯很好的棺材，所以啊走出来散步一下，顺便要拜托你一件重要的代志。是啥代志？唉，你知影我为什么要诈死吗？就是给我那个副帮主必然相逼的，你敢知影伊送我啥物件？我敢让，我带你来看。这敢不是恁总部的澳门？要想做正门，唔行行澳门。你嘛咧讲，我即卖是最贵呢，敢会当大摇大摆由大门入去？讲安尼嘛是唔免，不过。叫我尽人身啊，对你家澳门真是拍歹行情。歹势吼，澳门嘛是有人过，未当入去，咱是爱避谈啊。啥货？嘘。哦，那让人看到我金毛毛的面子啊，真正吓尿尿。你到底要叫我看啥？啊！这，这敢不是寒武神剑？就是这支人人烧尽肉骨啊！必然生产你这支剑。无错，你想看卖？伊这是不是要把我害好死啊？伊送我这支剑，等于嘛是将财富送给我，我若无早死，早晚会无命。人生啊，哪有这支剑？这支剑啊，明明都是魔鬼心头。我嘛是咧怀疑这点。事到如今，我嘛唔免暗看咯。老实甲你讲，伊伫非凡的人，其实是必然生，唔是我。是这个啊，假的。骗你对我无好处啊！这个人的身份非常的可疑。我知，你想叫我调查真正的身份。世界上只有你真知心。并承认这件任务，包你万幸福，您被毁容，惊他妈心如什么？绝对将你三代祖宗的秘密啊，弄个我上来。那就拜托你了。宋康，你当为下去了，别谈啊，别谈啊，我哭。